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，绝对不会。 大王，参见大王。这儿就是大王要跟我约会的地方。王妃不喜欢？没有，喜欢，很喜欢。跟我来。大王对王妃好宠爱啊，我也想拥有他们这样的爱情。你也会拥有的。 真的吗？我们还是不打扰他们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你来到化兽之后，还没有怎么好好看过。待在这儿，可以看到整个化兽的夜景。没想到化兽的夜景可以这么美啊。是啊，化兽的美，需要一点一点发现。嗯，确实如此。谢谢你啊。你以后。 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想去的地方，都可以和我提，我都会满足你。真的？那回家除外。之前我已经告诉过李侍卫，其实我……本王知道你还没有心悦于我，但是本王也说过，我会等你。 听说你还给本王带了礼物。对，又是狼仙草。看着，大王是不是很想拥有啊？想拥有。想的话，过去那边跟我转一圈。快去，转个圈圈。 很好，现在已经彻底上头了。那我送你了礼物，大王是不是也要送我一个啊？是。好，那你明天就告诉大家，我已经小产了。还有，能不能三月之期未到就送我回家？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你明知道这些都是假的。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打算送我回去，对不对？就算三月之期到，你也不会送我回去。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但是三月之期没到，我是不会送你走的。那你也别白费力气做这些东西了。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，绝对不会。三月之期一到，你就送我回家。